你有早上起来的时候手指头僵住，然后打不开，然后要硬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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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把它打开的问题吗？这个叫做扳机指。来，借我你的右手，然后左手呢，我们放在大拇指的下面，很好。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往后拉，伸展的部位呢是在我们的大拇指的跟手掌的这个关节的地方。好，做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来把手放在四个指关节的地方，我们一次放松四个指关节。这过程有一点痛没关系，每次持续30秒钟。右手做完做左手，我们可以有效的避免扳机指。民生八方式，尽在一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